每个女人都爱美，我也不例外。我认为健康就是散发自信和美丽最重要的条件。在台湾，子宫颈癌、乳癌是女性健康的两大杀手，深深威胁着妇女的健康。但是子宫颈癌和乳癌却是可以早期发现的，一旦发现早期开始做治疗，治愈率是很高的，只要六分钟就可以完成子宫颈膜片检查，把关健康。45岁到69岁的妇女，每两年还有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检查。为了健康，你更要坚持三点不漏：定期做乳房摄影、子宫颈膜片，让防护滴水不漏。维护健康就是宠爱自己，再忙都要给自己六分钟，给自己六分钟，守护健康与美丽的人生。